伙伴们，大事不好了，欧布和迪迦竟然被封印成了卡片，还是白银版第一弹的，我们赶紧把他们找出来。 OK， 这里面竟然有这么多的卡片，你们说他们在哪一包呢？嗯，那我们随便选一包吧。嗯，这个，天哪，它竟然是双重包装的，里面是两小包。哼哼，杰德奥特曼，哇，快看，第一包就找到了欧布奥特曼，黄闪形态的，还是一张 SI 卡。再来一包，这个不是，哇哦，这里有一张 SSI 卡，德凯奥特曼奇迹型，但它不是我们要找的人，跳过。再来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戴拿奥特曼闪亮型。快看，这是一张 OSI 卡，黑暗特利迦。哇哦，还是签名卡哟，看起来好帅呀。不过黑暗特利迦是好的还是坏的呢？完了，迪迦不会被怪兽吃掉了吧？ Oh no！ 不是，又是一张 OSI 卡，特利迦奥特曼复合型。哇，这个非常经典的 pose 看起来好酷呀！呀吼！这里会有迪迦吗？这是赛罗奥特曼。拆了这么多的卡片都没有找到迪迦，你们说他会去哪儿了？但是我要回家吃饭了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